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神，欢迎回到 Little Nightmares 2小小梦魇二的第六集。上一集的时候，我们击败了一个很喜欢玩芭比娃娃的手术医生，他其实人没有很坏，我们自己擅自闯进去，然后把人家的医院弄得乱糟糟的，然后最后还把他关进了焚化炉里面。我觉得我们才是恶魔吧。今天呢是这个系列的倒数第二集，可能大概还剩下两集的内容吧。所以在今天开始之前，如果大家喜欢 Little Nightmares 小小梦魇这个系列的话，别忘了给他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。让我知道二代里面没有威力，我没有办法给大家抱抱，所以里面点大大的喜欢的人就会比较少一点点，但我至少可以牵着小六的手。要是大家有点大大的喜欢的话，我就跟牵着小六的手一样，牵着你们一辈子，好不好？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准备 go go 咯， go go。 前情回顾，诚如上述所说，我们上一集的时候点燃了外科医生的脂肪，照亮了我们两个人的未来，嘿，小紫还有小六的未来。为什么外面稀稀疏疏的？是还有电视是不是？还在医院？不要动哦，我有手电筒哦，劝你们不要轻举妄动，你们的主人已经被我干掉了，好吧？这里又有那个哎，又有贩卖机哎。我要喝苹果的。大家喜欢喝酸酸的饮料吗？我还以前不是很喜欢酸酸的饮料，但是现在越来越爱喝，因为老了是不是？不要动，我拿饮料丢你哦。好像没有成就跑出来了，我知道大概从两三集之前吧，就没有跑出成就了，不知道到底哪里设定错了，他都没有出现我画面上的成就。牵我的手过来。哎，我叫你过来，他叫我过去。你看，你为什么这么不听话？你是主人还是我是主人？我是你的主人。开个灯好了，我们出医院的啦，我们出医院了。出去，还没出医院，出医院。现在外面又在下雨嘞，我的纸袋不防水，可不，你的雨衣借我穿，帮我一下啦。喂，这。那是外面大雨的声音了，我以为是那个电视叽叽喳喳的声音。我们出来了，哎、欸，我们真的是去，有东西掉下来、欸，有看见吗？从天上，然后垃圾桶里面有人啦、啊。好的，这游戏为什么那么多鞋子啊？好多好多好多鞋子哦。大家还记得在一代的时候吗？在一代的时候，我其实有去看了一下一代的故事，因为一代的结局真的是太迷了。我稍微看了一下一代的故事，没有剧透到二代。我这个家伙很讨厌剧透，所以、哦、我知道底下的留言有些爆们、哦、已经知道这游戏的剧情了，一样不要告诉我好不好？不过、我玩一代了，所以我有去看了一下一代的故事剧情的解说。不是有一关里面有好，为什么给大家点灯呢、啊？不是有一关里面有好多好多好多的鞋子吗？然后有一个怪物在鞋子里面游来游去嘛，对不对？有人说那个是在暗指集中营，这是一个关于集中营的故事，就是以前的纳粹的集中营啊，不是会就是有种族大屠杀吗？这游戏其实蛮黑暗的。那种族大屠杀完之后，都会有一大堆的衣物还有鞋子，就是衣服啊跟鞋子啊那些东。现在人真的是在外面了哎、欸。然后那个地方有一头拉裤的鞋子，就是在暗指，就是巴士站暗指集中营的感觉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好多身体哦，好多身体跟尸体哦。然后这边有帽子，还有，又是人不见，后面一直有东西掉下来哎。他们刚刚就他掉下来的速度，那感觉起来是有一定的重量的。你看后面一直掉东西下来，然后这里有电话。又来了，干嘛啊？他们是人偶吗？他们是衣服，这不能够剪。然后我听到有人在讲话的声音，哎，是吗？很像是有人在说话的声音，但我不确定。电视的声音哎，跟我走，应该没有那么暗。牵着我的手，小亮，我们上楼看看，听起来像是日文哎。这绝对不是日文，这应该是随便乱瞎掰出来的。为什么又是跟一代很像？但他的脚没有很长，他不是长脚叔叔。还要跟着我走，有人在里面哎，可是门被封起来了。哦 ，OK， 没有办法再上去了。好的，
所以刚掉出来的是这些奖。哇哦！哈哈，跑走了！我发现小六没有跟上来，在干嘛？他不是冲出来追我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他怎么会从天花板掉下来啊？他是……哦，还跟我一样是不是？会不会电？你干嘛啊，小六？小六，你做什么？我第一次看到小六这样子、欸。小六为什么要蹲下、啊？好哦，有看到吗？长颈鹿姐姐，不对，不是姐姐，长颈鹿老师。然后这边有两个，那应该是小屁孩的照片。那应该是小屁孩的照片，但左边这个不知道是谁。他们为什么会被电视吸引啊？所以撞破那些电视，我们之前看到撞破那些电视都是，不好意思啊，撞破那些电视都是这些家伙撞破的吗？从这里走。所以他们对电视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，是这样子吗？好像没有办法上去，到处都挂着人呢。没事，小六，过来喽。我先走。知道怎么过来？哼。哦，那个声音真的很像 clicker。大家知道我在讲哪一款游戏吗？最后生还者那个格哩哩格哩哩的声音。这有点太暗了。他不会理我。他们好像会被电视吸引哎、欸，看那么近哎、欸，然后那是谁的照片呢、啊？他们很想看，他们是电视儿童是不是啊？都被电视吸引了，你看我就算开着灯跑步呢，跑步也没事。那我不要作死好了。他没有在看任何东东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大家还记得我们长手熊叔叔？他是不是也会被电视吸引啊？所以这些怪物，他们为什么又有东西在上面？那是布而已。这游戏很多那种，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？这游戏有很多那种，他们在看什么节目啊？很多那种挂在天花板上的东东。啊，我不要在浴缸里面看电视，这很危险哎、欸。我有办法帮你拉开吗？我不能拉开布，那我可以进去吗？我要一起。我要看，我要看，你在看什么？我也想看，感觉很好看呢。好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所以这些怪物们，这些怪物们很喜欢看电视，是这样子吗？他们对电视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。好的，这又是什么东东？这是什么东东？你跑很快呢，小六。哇！你看小六的动作。你刚刚看到小六的动作吗？我忘记了，我们的跳跃能力没有小六这么好。小六很猛哎、欸，我又回来了。嗨下，嗨塞，可以啦。我可不可以把小六推下去啊？好，这门好像没有办法抓。看一下下面是什么地方。OK， 无尽的深渊、欸。小六很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哎、欸。好，应该是拉这个吧。我去，下楼吗？哦，上楼。右边有个口，哦，我们不停车吗？上来之后，我们被锁起来了。哇，下楼，继续上楼。啊，哦，我有办法跳出去吗？哦，我搞不好可以哦。右边是口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要趁他小六经过一下。嗨塞。哇，这就是惯性吗？我刚被抛好高哦！哎，这游戏我把惯性做出来哎。好的，哎，小六，你那边等我啊，我不知道这会去哪，我看看啊。哎，小，怎么动脑的都是我啊？你看那个游戏真的做得很细致，尽管都已经完结了，但是你看到那个木头吗？我们搬上去的时候，它会有一种搬动的感觉，然后那个灰尘感觉吸进去我的肺就烂掉了。这么大颗，这是去哪？我看不到。小六在里面等我哈，我要帮他找钥匙，是不是？我哪来的钥匙？这里好像哦，嘿，你有没有办法自己出来啊？嘿，你自己想办法，我怎么跳呢？你也跟着我一样跳啊！好了，算了，我来帮你找钥匙吧。好。
好吃懒做。是威力，看到威力了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在这里，太亮，在那里有看到吗？在纸上，我刚刚用那个光照它，可是另外两张照片我看的不是很清楚、欸、然后这边又有衣服跟帽帽，很像那个 Slenderman 的帽帽，我在猜应该是要把你推，哎、欸，就这样。我其实可以直接跳上去，我为什么要过来这个地方呢？这里一定有什么东东，捡了笔，捡了东东，捡了马克杯，没有用。啊，我以为摔破它。柜子有没有东西？没有东，哦，有东西，钥匙。那、啊、不就是幸好我有找。好了，没东西了。那个长长的清单是什么东东啊？然后这个家伙，不管是谁，他喜欢抽烟。可是这世界里面的那些居民会做这种事情吗？我来放你出来好了，小六出来。哎，是。出来。你可以绕路，不用踢他，好不好？帮我。过来帮帮我。好的。哎，是。啊，然后呢？我刚刚是不是看到上面还有一层啊？那我该怎么去上面那一层？这个钥匙也不能够打开这个。How？我没路可以走了、欸。小六你不，小六你不进来吗？喂，动动我的小脑袋哦。动动我的小脑袋哦！电梯的上层可以站人吗？还是我异想天开啊？小刘在笑我吗？你在干嘛 ？OK， 他刚刚在笑我是不是？电梯门没关，这个样子。那这个是好像可以哦。那这个我可以再叫上来一次吗？我刚刚拉了没有作用。哦，小六，哦，他也知道。小六好聪明哦。哎，我先想出来的，你偷学我，是我先想出来的。好，这里可以出去，是出去吗？然后这里是什么东东？有密道，躲在这后面，我没看见，是不是？小六过来，哎。过来，哎哎，啊，哎呦，那个乌鸦是什么啊？嗨，听说要收集完全部才会有隐藏剧情，但是没关系，之后如果全破的话，我们不管怎么样还是会把隐藏剧情叫出来。那里有一大，这里看起来可以出去，哎，这不知道可不可以爬上去，可以吗？不行。好的，然后地上有人结婚了，不知道是谁。然后下，哦，就是下面刚刚那间房间。然后这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些陷阱啊？乌鸦为什么会进去啊？这个世界真的是好多为什么，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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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。好的嘞，哦，你就在外面这边等我啊。过来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我已经两三集没有找到帽子，不管，管他有没有帽子，剧情比较重要。大家都说阿神哪里有帽子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查攻略是不是啊？我不可能把每一个细节去。哇哦，广播塔。就是那个东东的，就是那个东东传送出信号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他在洗脑吗？他在洗脑哎、欸，那个广播塔在洗脑。好，我是要走上面这里，是不是啊？这可以抓吗？不想啊，上面没有东东。OK， 对，跟大家说一下下啦，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把游戏中每。个隐藏要素找出来，知道为什么它叫隐藏要素吗？因为它藏起来了。那跳一下，跳跃率真的很惊人哎、欸。对，因为它藏起来，我真的真真的的没有办法找到每一个，好不好？真的没有办法，就是藏起来了，所以我必须要查攻略，我才有办法知道。又找到一个。我真的要查攻略，我才有办法找到像是这每一个这个东东，或者是每一个帽子。然后为什么他们在养老鼠？不对，那个他们还养了一根香肠哎、欸，你们看到吗？在这里，为什么要养香肠？然后养了好多老鼠？不对，我不会念了。哎、欸，我上不去哎、欸。哦，这里。哎呀，有点重。所以大家不要怪我找不到东东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你们最贴心了。我出来喽！
所以不是走这里，我要走哪里？哦、外面是不是？跟一代的那个地方一样。小六过来，哎，你有雨衣，我没有雨衣耶。上来，上来，外面下着狂风暴雨。那个广播塔好像索伦之眼哦，魔戒。现在还有小朋友看过魔戒吗？过来了，喽，慢乌龟。就逃跑的时候你最快。啊，滑轮锁，让我上去。那你又怎么过去？哎，怎么？哎哎哎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过去。再一次，对不起，我没抓紧。喂塞，好，抓紧了。拿过来。小六上去吗？哦，可以哦。啊，怎么你先过去？那我呢？哦，你有点重哎，小六。小六的脚脚好可爱哦。好了，接下来是我。那谁帮我转过？废话。哎，你跳跃能力比较强。等我一下啊。好，百米赛跑来了，各位来了。喂，走开！塞，你可以想象小六，我跑过来的时候，小六已经不在这了吗？好，没有办法下去，对不对？我们继续往上跑，继续往上爬。然后大家在问我说：“阿神，你为什么不换帽子？”因为我比较喜欢纸袋。你看我现在这些帽子都看起来很滑稽。你看这个是什么？不是俄罗斯人吗？不好看了，不像小纸，好不好？这个啦，这个是有点奇葩啦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还是小纸，我最看的最习惯的就是这个样子。好的，继续往上是吗？哎，我刚刚是抱抱他吗？我想再看一次，我刚刚差点夹到自己的脚。你不先走吗？好，我先走。我刚刚是抱着小纸，哎，他不是那个踩在他的手熊上。爬柱子上去，对不对？要爬柱子，用力。哦，对了，我知道这个游戏它有一代跟二代，然后还有一款手机游戏的样子，好像叫做迷你小小梦魇，还是叫做迷你梦魇，忘记了。我再看看玩完之后要不要玩那个好了，看大家的反应啦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那款游戏，而且我不知道那款游戏多长哎。呜、哦。但如果玩完之后我真的对这个世界观很好奇，然后想去补世界观的话，我会去玩它。但就看大家喜不喜欢，上面应该是不能够走。开个灯好了，好黑哦。关个灯好了，好亮哦。你到底想干嘛啊，神？小六。啊，没事。大惊小怪。好像要有事。哦，没事。到底是有事还是没事？我怎么觉得小六快点OK 没事，我、哦、连滚带爬要出戏，小六要出戏，小六用力跑，小纸包快一点，等一下、啊、小六，我的手电筒 ！No！还活着！我直接走会发生什么事啊？我可以叫他吗？哎！我直接往前走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哦，我一定需要你！可恶，不能够就把你丢在这里。我是这么薄情薄义的人吗？我一定救你，好不好？哎！笑，你不是逃跑跑得最快吗？你的脚还好吗？啊，他们两个好有爱哦，真的好有爱哦。还好吗？你的脚？没事吧？有事的话，我背你，可以吗？没事吗？没事。我的手电筒好像坏掉了。哎，你很厉害耶，小六，被压成这样子还没事。你看，不管你被绑架了还是你受伤了，我永远会把你救出来的。记住，不要吃掉我，好不好？小六，记住，不要吃掉我，好吗？好了，这边有两间房间，很像我们之前那个猎人小屋，哎，可以直接往右转，跟前面有一间房间。先看这间房间好了。哦，一间小朋友的房间，又是那个戴帽的家伙。呜、哦，什么鬼地方啊？走了。嘿咻。跟我走，前面这边是，又是电视，又要把我吸进去了啊！
歪头嘎，歪头嘎，脑溢血。这到底是什么东东？为什么连我都会被这个东西吸引啊？然后上集有很多宝宝们都说，不是那个小六，不是小六也进去的那个地方，是小六把我们拉出来。But why？ 为什么小六拉我们出来？我尝试在调到正确的频率。哦，他的频率有点难调。然后他好像要好几次的样子。对，他要好几次，好像三次了。再一次。对到正确的频率，三次就把我们吸进去了。我不觉得我们有靠它比较近啊，有吗？跑啊小指，跑啊 mono， 冲啊 mono， 我还是叫它英文好了。mono mono 叫起来其实蛮顺的。很有趣的是，那个威力叫做normal 是吗？好像我忘记，哦，好近好近。喂谁？开了，开了，好紫哦！嗨，长脚脚叔叔，嗨，小六帮我拉出去，小六该拉了，该拉了，小六，所以真的是小六在帮我们拉出来哎，谢谢你。为什么这次电视没啊？关电视。小菊 ，Mono， 该跑了，该跑了。为什么我要去摸啊？为什么我还想去摸他啊？小菊，跑跑跑跑跑，好恶心啊！哎呀，真的是长脚鸠叔叔哎。快快快快快！我捡这个干嘛？我想牵小六的手。左边的门关了。小六，小六，小六过来，小六过来。小六，消失了。不对，他没有消失。小六，快点！小指抓住他的手。小指，小，哎。靠腰，你这时候怂个毛线球啊！哦，被抓走的人会留一块，会留一块灵魂呢。Mona， 这已经是小六第六次被绑架了吧？可是我没有办法把他的灵魂抓回来哎！你们刚刚看到 Mona 整个怂掉吗？哦 ，Hello， 可以还我小六吧？哎，还给我啦！小六，还给我！我还可以进去一次吗？不行！哦，发生什么事？也就这一间房间呢，我还可以再。按住吗？调频率，我在调频率。哦，那你过来。啊，这好像有点过于科幻了。哇 ，OK，That's new。哈，我现在没有手电筒了。也没有赖打，我是想爬上去，不是钻进那个口里面，可以吗？嗯，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上不去了，从柜子这里上去好了。哎，把小六还给我了。我如果从小屁孩的手中拿回小六是还蛮简单的感觉，但是，从长脚脚叔叔的手中拿回小六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体验呢？而且，长脚脚叔叔在一代挂掉了，哎，谁干掉？谁干掉他？这就是什么？我都要继续吸到正确的频率才有办法进去。他是传送门，酷！等一下哦，这是什么东东？哎，
先。喂 ，OK， 好，本来想正常开门的、啊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我们开始进入到了传送解谜的部分，把这个转上去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所以，先来猜测一下目前的状况。长角胶鼠叔是用广播器控制了这里所有的人，对吧？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得知的状况。然后再说一次，我可能在猜测剧情，可能会猜错，所以大家不要那个，不要剧透我，拜托！就算你知道，千万千万千千万万不要剧透我，好吗？好，好，我们爬进去。所以他看起来应该是这个城市的主人吗？他可以用，可是为什么他要控制这些人？现在是为什么他要控制这里的这些人呢？这好像那个、哦，好像神隐少女的那个。汤婆婆的汤屋的旁边那个塔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而且我发现二代好多动作戏哦，对不对？嗨，下 ，use， 我就跟德瑞克一样，好强啊！遗迹破坏者，哎咻，哪家会不会开始崩塌？就跟汤屋一样，未看先猜，未看先猜要崩塌了，没有吗？好，我们。我吓到了，想说那是什么声音。好，那边有个电视，我们可以从这里走下去。其实我可以这个样子，才这个样子，是不是很厉害啊？好的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遥控器吗？我可以剪吗？我可以剪遥控？我从拿手电筒变，我可以开电视。我可以决定你们有没有电视看。好，传送，好酷！我可以决定谁有电视看，谁没有电视看。你们通通服臣于我吧！我现在是你们的老板了。海啸，哟西，然后再往这里走，有个椅子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很像管理室、欸，对不对？很像收发的管理室。这边地板破了一个这么大的洞，我需要怎么？我可以开电视，我可以开电视。你是好的吗？好的。这可以拉吗？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那为什么左边还有个洞啊？哦，我可以拉出来一点点。嗯，这样子够吗？应该够了。这边还有路吗？看一下下，没有路可以走了。那我们其实可以走电视回去，对不对？但为什么这边有个洞？它存在一定有道理。我可以在里面跳吗？不行不行，不能够在里面跳。帮大家试过了，没有办法下去了。好，继续推测一下好了。嗯，所以因缘际会下，长角角鼠鼠到了这什么地方？哦，我来了，帽子，新的帽子，这是警察的帽帽是不是？我要戴帽帽喽，大家换帽帽，很久没换帽帽了。哎呦，这中间那个是那个家伙是小六还是？看起来像是小六哎、欸，小六的帽帽，哦，我看起来好酷哦。对，我是警官小举，今天首任上班，不是首任上班，这是星光上任，对，星光上任，好黑哦。我只想影子，哎，这个帽子其实蛮帅的、欸，对不对？戴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戴一下，我们今天已经，我想要拿着那个，我想说我拿着什么东西，来。错评，哎，下，到底哪一个按键才是对的？我刚按左，我刚从头到尾都是按左，但是失败。然后我刚刚按右才成功，哼，啊，再重新，可以不要那么长吗？这条路真的是很没有意义耶。好，不要掉下去哦。お願いします。嘿，水的，哦，这是像是收发室啦，这应该是邮局哦。到底这是邮局？我极其愚钝，现在才看懂。抓住他！喂，那个夹子好可爱哦。哦，好的，这可以推开吗？用力，推不开。我试过了，我就是这么小小一只，这可以。有人，这个帽子我可以戴吗？不行，我丢它会发生什么事啊？它会理我吗？等一下，我不要关它电视，我没有办法捡东西。可以。哎、欸，他不理我哎、欸，我可以关掉。他完全不，哎、欸，他被吸引的。哎呦，他的脸好恶心哦！你看，咦、欸，他们应该不是戴面具，
我可以把这个题打开吗？喂，可以。有没有帽子？冰箱里有东西吗？你们在闪烁哎。我可以往上爬。我本来就要上去的吗？我要上来干嘛？哦，这边就上不来。这里哦，可以躲起来。But why?Why do I want to 躲起来？我直接走出去就好了。这里门还是开的，外面有一个电视。我有办法爬上去吗？有办法爬出去吗？锁起来的窗户，我知道了。打开，然后我可以从里面的电视传送过去。我可以从它正面走过去吗？感觉会出事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如果只有等嘛的呢？关电视，他会生气吗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如果我没有开右手边的电视的话，直接关电视应该会被他揍爆，对不对？他应该会暴走。所以等他那边关了之后，我再打开这里的。当他被一个电视吸引，就不会再被第二个电视吸引了，对吧？然后我就可以安全的进去了。聪明如我，又错频啊！我知道了，是不是往右就是要选择右边的频率？对，回下一，那我再关掉，气死你！跟你讲，可以吗？我关不掉了。哎，算了，没有办法气他，可恶！如果把两台电视都关了，他的脸好恶哦，他是一个嘴巴哎，他是一个大口。如果把两台电视都关掉，他被暴走啊！还是要气死啊！就是，给我电视，尽管是没有讯号的也可以。我最爱看有马的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又有另外一个。好，我们先知道他的习性之后，好像就没有那么恐怖了。毕竟你那边跑来跑去、跳来跳去都不会有事。好的，然后我们再居然被一个东西卡住，关这边的电视，读起来。他们看电视看到不要命，看到嘴巴变好大哦。大家有听到这个旋律吗？大家刚有听到那个旋律吗？那个旋律是当初吸引长，我只是选右屏是错的。当初吸引长手手叔叔，他的那个音乐。哦，滑滑滑滑滑滑滑，上去啊！为什么有些电视会坏掉，有些电视不会？我们来。但有一个万能的东东了，每一台电视都可以调的，真好。好，小心翼翼，小心翼翼，不要跌下去了。哇，有床哎、欸！哎上！我好喜欢这边的动作、哦，很流畅。喂，已经看不到后面的那个了，电信卡。没事。其实玩这种游戏有时候要时刻，没有电视、欸，要时刻的跑回去比较好。什么？我在说什么？他们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啊？我这画面好酷啊！而且前面还有更多哎，我刚以为是建筑物，有看到吗？那边后面还有更多，我看到了，天台上都有很多只哎。阿迪要不要下去？需要我推你吗？我帮你啊。下去了，好哎，好了，哦，后面也下去了。未看先猜，等所有的下去会不会得到成就？我也可以下去吗？我可以偷看，好像没有再下去了，没有成就啊，小气巴拉。还有两个人，你们可不可以下去啦？好了，算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右边有没有藏着点什么东东。好了，好像没有嘞。从这个洞洞下去，虽然不知道这洞洞会去哪里，我头跑进沙发里，先打开，然后我们可以走出去，跟这边有一扇门，但这种门吧，我是没有办法打开的，推不开啊，烟还热着，所以代表这边的主人在这里啊，我这样会进，我还不就幸好我有先出来，那我可以。往后拉吗？不行，我只能够推。我为什么要推他？哦，更接近地面。哇、哦！
谢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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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我这样更接近地面，我就不会挂啊！不就幸好，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打开它。这故事告诉我们，告诉我错评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先知道路要往哪里。哦，是出去。我以为是下去地面呢，上去了，上去了，上去了。Mono Mono， 抓紧抓紧。好的嘞，这里有一个拉杆，这个是干嘛的？哦，通电。前方有闪屏，帮我们那个有。对那个光敏感的爸爸，就稍微闭一下眼睛。好了的话，我叫你张开眼睛。好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放你出来，这个样子吗？还要再帮你吗？我来救你。我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好警官。出来了吗？有。等一下，快点！哇！棺材，好，爸爸们可以张开眼睛了。嘿，我可以抓他吗？不行。好，知道可以干掉这些怪物了。好的嘞。他介绍这个功能给我干嘛？告诉我说这好像没有办法搬，对不对？对。告诉我说前方有漏电，是不是？这边有一个可以打开它 ，open， 然后它坏掉了。在不知道那个通往哪里之前，我们先不要去传送它，掉下去。啊，我要怎么上去？上不去。哦，疏通下水道。这种地方是不是要有帽帽啊？哎呦，有玩过的深深体。没有帽帽吗？没有帽帽就拉倒。有没有小黑人？没有黑人也拉倒。好，我们走了。又是一个拉杆，又是一个东西。这边这是什么啊？有眼睛的那个哎、欸，有手手哎、欸。嗨，你看我出去的时候，它就会关起来。我可以跟他握握手吗？我想跟他握握手。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哦，应该是拉那个拉杆用的，但是我必须得跟他握握手吧。都有手手在那里了，这个不握手怎么可以啊？我来了。等一下，牵手，我有办法再更靠近吗？这样做一定不对，相信我。但是牵手不行啊，不能跟牵手啊。还是我可以丢东西给他？他是不是想要那封信啊？他的手会伸出来耶，他想要东东耶。信没有办法捡起来，还是这边有什么垃圾我可以丢给他？这感觉就像成就，你知道吗？不行，好想知道。石头，你要不要这个东东？你想要对不对？啊，不行哦，可恶，算了，我不知道这可以给我干嘛。有爸爸知道这可以干嘛吗？这个你就可以剧透我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再也不会回来这个地方，我就永远错过它了，好吗？你可以告诉我说，如果你看过的话，告诉我说那个手手有什么东东，好不好？还是它就只是一个哇，好酷的造景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先过来，然后拖着这个沉重重到一个妖术贵的东东，然后来把这个拉杆拉下来。不要告诉我说这个拉杆其实我跳一下就可以了，我很难过。哎呀，这是开门的，打不开，我可以进去。好，我可以传送这个东东，然后这个又是什么？电梯上面有个口，好，它是关门的。我是下楼还是上楼？上楼。哦，这要动一下脑袋耶。好，它是上楼。哦，一直上楼。OK， 这边有一个口。他都挖空了，哦，不是，那是二楼。我先进去。我进来之后，等一下哦，好像懂了些什么东东。作品，好像懂了些什么东东。我先下楼，然后在正确的地方跳出去那个口，是吧？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跳出去，因为门是关着的。因为
是关着的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跳出去。哦，传送出去，传送出去，跳下去。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抱歉，抱歉，我知其愚钝。经过两次我才懂。先不要，先不要。这个样子，各位，各位，各位，我懂了。你们有些宝宝们可能还听不懂我到底在攻下面玩高，对不对？传送，然后、哦、我们要先拉里面的，要先拉里面的才行。好，我再传送回去，反正他在上楼，对不对？要先让他正好在下楼的同时，然后我传送出去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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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样子。然后在对的时间跳出来，碎啦！哦，其实可以先从这个地方出来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出来了。哦，花了一点时间呢，这是什么兔兔玩偶啊？你很奇怪，你过去我不要你，我帮你取个名字好了，你就叫做短短好了。小婴儿要出来了吗？你也不 OK， 过去。哎呦，还转过来看我哎！不要看啊，你好恶心，你的眼睛好大哦。会不会是要把这些娃娃给那个熊熊？哦，这个我在麦块常常玩，这款游戏叫做 The Flores Lava。我们可能要跳高一点点。我再踹踹看哈，我再踹踹看哈。真的有那么难啊？哦，为什么这次就可以？我可以叫他过来吗？关电视，我在这里边。生气啦啊！生气啦！哦，北七啊！哦，我应该直接叫他过来的，他就可以直接把他弄爆。还是刚刚那个距离可能不够啊？哦，也许，好黑哦！我也想看电视啊，没有电视，为什么每个人都在抽烟呢、啊？这有办法推开吗？没有办法，那我该怎么做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好想看到上面那个是什么画哦，看起来像是一个人哎、欸，然后左边的看起来像是一个怪物。用力推，用力推。我发现这游戏好像都是把一些细节藏在画里啊，藏在一些小细节。如果下一集是最后一集的话，我可能会花点时间来推敲一下我觉得的结局，因为这游戏，好像是那种比较开放式结局，然后让大家去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我可以关掉吗？我知道这是作死嘛，但是好想关掉。不行，关不掉。可恶！本来想关掉的时候，看他们跑起来一定会很好笑。好，这是往哪里走？等一下，我这集可能会比较长一点点哦。又是狗狗拉屎图，为什么那么多狗狗拉屎图啊？我觉得要滋滋滋的声音，这是什么东东？灯照着你，感觉就是我需要你。嗨，好像漏电嘞。当他介绍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，就代表有新的东东要哦哦哦，要推来这里是不是？应该是把它当成脚踏板了，我猜。用力推，这样把我推下去啊！哎，等一下，换一个角度哈。我要怎么推它？用力。可以，哎，下面都积水了，下去。哦 ，OK， 它停在的位置是一个不错的位置呢。右手边好像可以关掉电视，可以让电取消掉吗？没有，还是通电的。好，所以我必须要先跳到左边去，抓住。Momentum， 啊，过来嘞。好，再来可以下去。好像上去把电源关掉、欸，关起来了，过不去。可是我该怎么上去啊？这有点高哎、欸，会不会有点太为难我了？我看看哦，搞不好旁边这边可以爬，可以吗？哎，不行，你也早说嘛！不行爬、欸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也没有办法拉到这里，然后先把电关掉，这样就好了、啊。那我就连跳下去都不用了，对不对？我怎么卡在这么奇怪的地方、啊？哎咻，上去好像可以啊、哦，简单多了。我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。干嘛？冷静，关灯。然后我们可以进到这间房间里面来之后呢，桌上有一大堆玩偶，
我要这些玩偶做什么、啊、不需要这些玩偶，这里有一颗球球，可是我好像也没有办法把球球带出去，床底下好像也没有东东。好、啊，我们可以钻出去啦，我们可以钻出去。所以，所以，哦哦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如果在他原本没有关店的时候，他只能够自由自在的落到下面的那个地方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当我把灯给不要压死我，如果当我把这个灯给关掉了之后，下去，我是不是就能够推到右手边？我最后应该是要到右手边那个电视那边，对不对？不要跑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所以在他没有电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他拉过来，应该是这个样子吧？拉到一个正确的，有点 K， 可以。拉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之后，我们再把灯给打开，这个样子吗？我先把它推到好一点的位置好了，不然等一下自己找自己麻烦。好像可以这个样子吧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去把电给打开，然后走上面的路，这样子过去，是这个样子吗？小弟资质愚钝哦。应该是可以，可以上去吗？可以吧？这高度难不倒你的吧 ，Mono？ 难不倒？不行。然后我们再把灯给打开，之后再过来这个地方，然后再跳来这个地方，最后我们再走到这个上面。哦、天哪！真的是这样。好的，小心哦。小心，好，抓住 ，OK， 抓住 ，Nice， 之后跳过来，好，下去，不要弹，哦，这个时候要是突然作品我会爆气哦，这应该可以出去了，对不对？好的，我们出来了，哦，又更多，好。好恶心哦！我是要干嘛？哦！我应该要打开这个电视，然后，我要怎么躲开他们啊？等一下哦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边先引诱他们。嘘，去开电视，过去。然后再打开这个，然后我就可以传送出去了，对吧？聪明，简单，没事。开电视，然后传送进去。哦，后面，喂、他们是不是？他们生气啊？好恶心啊！他们，我正要说他们进不来。好了，小指，哦，到处都是电视，去看电视。啊哈！幸好他们会看电视。不要打，看电视啦你们！糟糕！快！快点！哇！哈哈哈哈 ！Alright， 我觉得今天是不是差不多多了、啊？可是他都还没有跳成就出来，这一章节有多长啊？哦，什么声音啊？哦，没事，我们再走一小段路好了，好不好？又一个电视，上面有斧头哎、欸！小六，小六，他被抓到电视的世界里面呢、欸！对不起啦，刚刚没有救你，我一定会救你出来。用力！有了！用力！啊！小六抓住我！小六，对不起，他把我吸过。Oh no！啊！啊！等一下 ，No！ 用力！有了！跑！
他进不来吧？他会开门，我怎么忘记了？还他长得好恶哦！他进不来吧？他进不来吧？进不来。All right， 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够了，够了。All right， 今天的小小梦魇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。希望大家喜欢 Little Nightmares 2这个系列。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给他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。也切记切记，我知道下一集就是完结篇了，千万拜托拜托不要剧透我们好不好？如果大家想剧透的话，真的很忍不住的话，下一集是完结篇。完结篇，大家想把自己的猜测啊，把自己的理解啊，都可以抒发在下一集底下的留言。所以大家再忍个一集，好不好 ？Alright， 今天这集差不多到这里喽。那大家喜欢的话，就跟大家说的一样，别忘了帮我点一个大大的喜欢。那如果大家有点大大的喜欢的话，我觉得像是小六一样，永远不会放弃大家，好不好？不管我的敌人是谁，我都会把你们救出来的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